燕英州乃冀州四将军之首，冀州世子皇朝一向惜才，他不会让燕英州为此丧命的。那这令一开始就是假的，大家真的是块假的玄机令。话说假玄机令，惹天下英豪丧命，幕后之人渔翁得利，好大一场阴谋。既然已经确定了令牌真假，公子，我们是不是回去？再等等，确认他无碍了，我们再回去。